老婆，来个大鲤鱼。哎呦，这么多的大长腿啊！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哎呦我去，小两口子不过日子了，又做这一锅海鲜啊！这一锅海鲜得不少钱吧？大哥，咱们家有钱，这一包海鲜啊才几块钱。那你给我来100块钱的。拿100块钱的，在咱们家一张都用不了，待会还得找你零呢。老婆别吃了，给大哥好好的介绍介绍。老婆，来个八爪鱼。又做这么一大锅海鲜啊？再来水锅。喜欢吃，我每天都做给你吃。哟，小两口又做这么一锅海鲜，这锅海鲜得老贵了吧？大姐啊，不贵不贵，咱们家有船，一包海鲜才几块钱呢。真的假的？那快赶紧给我来200块钱的。要200块钱你吃哪啊？200块钱不就那么几包海鲜吗？咱们家一张都用不了，正好你来巧了，咱家有活动。老公啊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。老婆，来个大八爪鱼。老公啊，又做这么一大锅海鲜呀？鲍鱼。虾，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嗯，哟，小两口又整这么一大锅海鲜啊，这也太香了吧，馋死我了！快，这不赶紧来过年了吗？赶紧把你的海鲜套餐给我来几份。大姐啊，一份你都吃不完，吃不完。一份有这么多吗？拒绝浪费啊，从你我做起。老公啊，来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。快，老婆，今天好的，来个大八头。哇，老公啊，又做这么一大锅。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嗯，小狼狗先别吃了，快把你家的海鲜啊给我来100块钱的。大姐，你要100块钱的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100块钱不用那几包海鲜吗？在咱们家这一张都用不了，待会还得找你零了。老婆别吃了，给大姐好好的介绍介绍。大姐太香了。老婆，来个大爆头。哇，老公啊，又做这么一大锅海鲜呀。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老板先别吃了。先别吃，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？你给我赶紧来几份你们家海鲜套餐。大哥，咱们家的海鲜套餐你一份都吃不完。一份有这么多吗？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。哎，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把咱家海鲜套餐。哇塞，小两口又做了这么一锅海鲜，这锅海鲜应该不少钱吧？大姐啊，不贵不贵，咱们家有船，这一包海鲜啊才几块钱呢。真的假的呀？给我来200块钱的。大姐啊，200块钱你家冰箱能放得下呀？在咱们家一张都用不了，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。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。